弟兄姊妹平安，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，求上帝赐福我们，也引导我们这一整天中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不管是做什么，不管是说什么，或者是去哪里，都有神的同在跟祝福。愿上帝赐福弟兄姊妹有美好的一天。路加福音一章26-38节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她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6个月了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她去了。28节，天使进去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的。蒙大恩的女子，天使两次用蒙大恩来形容玛利亚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天使这样形容玛利亚呢？因为耶稣基督要从她的肚子里生出来，她是被神拣选，她是与神同工来实现整个弥赛亚的应许的。所以虽然我们看见，其实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，我们蒙最大的恩典，就是能够跟神同工去完成神的使命，这就是蒙大恩。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，玛利亚的一生其实经历许多信心的考验，家人的考验，未婚怀孕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她的丈夫会不会接纳呢？没人晓得。那么邻舍怎么看呢？不知道。可是从世人的眼光看，她的一生中间其实也经历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但是在天使的眼中和玛利亚自己的眼中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不在于说玛利亚得到多少的金钱权位或者这世界上的祝福，那最大的恩典乃是她能够与神同工，能够完成神在她生命中的托付，一个伟大的使命，就是把弥赛亚能够借她的肚子能够生下来。所以我觉得当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的时候，你是有福的，主与你同在的，其实给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有很大的提醒。我们都是蒙大恩的人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因为耶稣基督把传福音的使命，把建立教会的使命赏给我们了。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把大使命给我们，我们一生中间，那么我们都蒙召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，即使
即使在这福音的过程里，或许我们遭遇很多的艰难，像玛利亚一样，家人的眼光，甚至丈夫的眼光，这服事的过程有蛮多的艰难，但主与我们同在，像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一样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，主与我们同在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恩典了。所以服事最大的恩典是什么？服事最大的恩典其实就是服事的本身。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常常想到我们就是一个蒙大恩的人，像玛利亚一样，神拣选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可能在这过程里面不见得像世人一样有很多的金钱啊、地位啊、名分啊，或这些可能我们都没有，但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是与主同工的，我们身上带着主耶稣基督的使命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像玛利亚一样，其实你我都是蒙恩的、蒙大恩的人。当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就很兴奋了。而且天使跟玛利亚问安说，主和你同在了，这就是蒙大恩啊。所以你不管在任何的时候，你想到你的服事、你的工作有主的同在，这就是很大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。有的时候常常去羡慕别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但是老实讲，我们最大的恩典其实不是世上的一切，是我们的服事，是我们拥有一个使命，是这世界上的人没有的。当我们忠心的、努力的，我们跟玛利亚一样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能够拥抱这个使命，然后有主的同在，然后活出那个使命的时候，其实就像天使跟我们讲的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大恩的人。所以祝福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天天都活在蒙恩里面。第37节、38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她愿意，她说情愿神的话成就在她的身上。其实玛利亚并没有办法理解天使的话，即便是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理解童女生子的奥秘，有太多的不合理，有太多的不可能，有太多的为什么。但是出于神的话，既然是神的话，玛利亚就相信那一定会成就，句句带着能力，所以他情愿顺服，于是他的人生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作。其实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事情是令人困惑的事情，老实讲我们不太能够理解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是这个意思，能够明白，就像童女生子，这我很清楚，但是 这如何成就，怎么会成就，这逻辑上，这我们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通过理性，我们是充满困惑的。甚至在今天原本来没有困惑的事情，到今天都困惑了。比如说我们最近谈到的同志议题，性别的问题，这过去我们是清清楚楚，是不需要有任何困惑的，可是在今天的时代却反而让我们迷惑了。所以在这些充满困惑的时代，这个这么多声音的时代里面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出于神的话，他就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可能出于神的话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理解，我们可能有一点困惑，但是你要知道重点不是那个话而已，重点是出于神的话。既然是神的话，他就句句带着能力。我不能够理解，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说得清楚，但是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用信心去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会经验到神能力的秘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世界有许多的声音，特别是在这些在同志议题上很多对话的时候啊，好多好多的论述啊，这边这样说，那边这样说啊，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指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其实最重要的论述是上帝的论述，最重要的依据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可能今天很多论述啊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把我们搞得这糊里糊涂的，到底谁是谁非，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，出于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，
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对神话语的信念上面，所以只要我们确定它是神的话，只要我们知道那是出于神的话，它句句带着能力，我们就情愿顺服，真的是情愿顺服，甘愿顺服，那你就看到神的话就必定成就，你就惊艳了神奇妙的能力。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学习，就是读神的话其实都不是太合理，但是顺服以后呢，结果都很合理，这就是信心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是觉得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需要恢复我们对神话语那个单纯的信心，就是顺服神的话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，这就是玛利亚她能够最后能够蒙福的秘诀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单纯相信神话语的人即使可能不尽完全能够理解，但情愿让神的话成就，你会惊艳到，你会成为一个大大蒙福的人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上帝啊，我们看到玛利亚就是一个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人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，让这份的情愿今天也在我的心里。主啊，这世界有好多的声音纷纷扰扰，但最重要的是主的声音，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。主啊，我要明白了上帝的话语，我要听懂上帝的话语，主啊，我就用信心，我就情愿去顺服他，即使一时片刻我们未必现在能够理解，但我相信那结果必然是好的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来跟随主的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